老铁们，爆炒个洗衣机糖果，把糖果放里面炒着吃啊！烧火，开始高端的食材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忙碌了两个小时，陈师傅开始制作燕皮。老铁们，糖果炒好了，看上去还不错吧？感觉非常的有食欲啊！先给老表试试一下。老表吃糖果，哎，老表，哎，老表好像不吃。啊，真香！味道好极了。